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小包子。那接着来一期 CF 枪王排位的爆破解说啦。好，那我们这边来到一场黑色城镇，那接着大家打这个王者之心 AK 啊。那我们今天就是一个幸运对局，我也不知道是干嘛的，我对这东西向来不太关注啊，也可能是这个赢了分会更多一点。好，这边这些 A 大直接干一波啊，这边有个狙，哎，这个人刚跳来看我，直接缩了起来，就我利用速点直接说 double kill。那我上面还有一个人啊，天，他这边其实开了一枪啊，就是他 multi kill， 瞧瞧有一个好漏，这也没有击到我，没有办法，我这边弄的比较少吧，开场就是这个四杀，四连杀，那弹幕怎么六了？开局四杀，我们这发的就不可以啊，可以的。好，这边今天来到 A 啊，我们队友说牛逼，哎呦，那你这就这，哎呀，太日常，太日常了。好，这边来到 A 啊，这边对面撒了把这个蓝色的烟雾，貌似也想顶防一波吗？是吧？顶防的不存在的朋友，没错，卡一下。这个情况我也不敢轻易出击啊，怕是吧？万一有人从那阴我，就得不偿失了啊。好，但这场的话还是打的挺有意思，大家可能看我之前的状态啊，发了这把一共杀了30个，所以打的还是挺一波三折的啊。虽然说这个，当然我承认这个分段不是很高啊，因为我这号慢慢往上打嘛，对吧？我看到我之前有些别的平台的一些留言呢，说我们要请演员，我的妈，我这排位赛怎么请演员？我天！我说我从2011年开始玩穿越火线，我玩了9年了，那做视频做了7年了。你说我这要是请演员的话，我天，我能请破产，真的不给开玩笑，请破产。好，这边小道有个人，那这个人就用速点点身体再带走啊，没有必要非得点头。其实我利用身法，你要特意点头的话，可能会被他抽掉。所以我们在打 AK 的时候，是吧？爆头是一定要追求高的爆头率啊，但是你也要会速点和连发压枪啊，这是我觉得打 AK 还是需要更加全面一点啊。当然，看我的 AK 可能并不像很多这个非常虚幻选手啊，可能是啊爆头特别准，就给人那种一发的快感特别爽。但是我之前的操作，我现在的 AK 偏重于全面实用性，那就你想就有时候蹲下速点啦，或者是怎么地的啊，然后那种蹲起啊控准星之类的，让对面很难命中我，这是我们这闪避的一条属性。所以大家请玩一些回合制游戏，对不对？那有攻击防御，你攻击再高，你碰闪避高，你白搭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。好，这样我们现在已经杀了4个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这边这个人应该在 B 下包了，我们这队友从 B 门摸过去啊，他上个着急了，我们先从他卡一下，想要卡一下下包了啊，下包了，从他稳一手准备抽，好的，哎，我队友拿到了很好的牵制力，这样我们拿到个 1v5， 大概弹幕怎么溜了？日常操作啊。就为什么这个时候拉呢？因为我们这队友在 B 仓，他应该看到我们队友了，所以他的注意都在那个 B 仓那个位置啊。所以说我就选择，那就选择趁他不注意，借闪身直接爆头啊。好，还是可以。那我们这边先说截个图玩一玩啊，是吧？看看这个后边会发生什么。好，这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先等一下啊，先不要着急，我们这队友又被狙死一个啊，真的是惨痛。那我们先从这个位置先卡一会儿啊，不要慌啊，是吧？大家知道我这边是吧？虽然说这个慢慢这个枪王排位啊，我现在玩的时间比较少。慢慢往上打啊，是吧？我其实我也想玩枪王局，对吧？慢慢就打上去了。大家要见证我这边的过程啊，很快就其实我以我现在的胜率，我现在胜率90%多还是多少？就基本上就输了。最近玩这两天玩就输了一把啊，一把16杀，好像是队友有一个0-8，一个0-7，我忘了，反正挺困难。好，这边中路再拉出一些一个爆头，看一下啊，直接找。哎，可惜了，我觉得 A 狗还有人。哇，他今天露出来就把我打掉了啊！这个情况就比较难受。我们这队友都在小道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。然后我们这边虽然下了包了啊，但是这个队友还是没有守住包，这个拉出来时机有点晚了，因为对面都进来了，你再拉的话，那是很难的啊。你要不就把对面压到门口，让他们进不来啊。要不然他进来之后呢，你就不要这么冲动啊，先多卡一会儿啊，或者怎么地的啊，是吧？能抽掉一个是一个。好，那我们这边队友看着觉得太坑啊，就退了一个啊。那我天，我这边现在4-5了呀。那更难了啊！那我们这边继续走 A 大看一下啊。A 大的话，基本上对面没有敢顶防的啊，这还敢狙，他怎么晃啊？没有用的是吧？出来就爆头啊！好，这一般来说卡 A 大狙击手的话，卡车后露个头还是比较好打。那但对他这个狙击的命中要求更高一些。漂亮双杀，这个反应还是到位的。A 狗想拉，还有一个来送点。哎呦，然后跑掉了。先扔个手雷，不要急啊！哎，小道有人，先点他，先点这个人，漂亮。哇，才能打80，我们这3个爆头把小刀点掉啊！这个时候你不要特意追 A 狗了，因为 A 狗的话他已经走了。你要想跳那个箱子，万一被小刀抽掉，完蛋了啊！因为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对面是吧，听到小刀的枪声在打我们那个队友啊，所以说我们要打能打得到人啊。你打不到，他跳箱子的话肯定会得不偿失。好，那么这把继续选择走 B 啊，大家看通过我的一些，哎呦，大哥吓我跳，我直接冲过去，这人直接就他可能没有想到我这么快啊，那必须的，我可是秒男。
啊，今天我起过一个 ID 叫做十秒造你家啊，那个 ID 我后来换了，我觉得不太合适。后来我越打越感觉那个 ID 是我的是有毒的啊，对外一看也真的是十秒造你家，他们印证这一点啊，所以就很头疼。哎呦，我这个 CO 炮，我打我好疼。哎呦，还好，我还以为我活不了了。好，这个时候后面来补枪了，没办法了。哎，54，我天，这就是国服第一三双王，各种三双王，它不显示。我说 A 狗一个，我们这边少一个人，那少个人的话就感觉难度会更大一些。然后我们这队友的话从 A 走上来啊，最后我爆点爆个 A 狗，他还是从那下包啊。不过这个队友还是相比另外几个还比较靠谱的，另外几个就跟人机差不多了。然后他是吧，有点太耿直了。我说 A 狗了，他要稍微稳一点，可能要先晃一手啊。我说我老弟啊，太耿直了。那我们通过一些，就是说，并不是很高段位的一些这个玩家的这些走位啊什么的，我们也从中提炼出一些经验啊。大家不要小看这是吧，段位不是很高的玩家，他们在玩游戏也是，然后玩游戏只要大家为了开心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不要觉得啊自己是什么枪王之王了就很膨胀了这的，那是没有必要的。游戏就为了开心啊，就为开心。好，对外避免想出来狙我，这被我给穿死了，被 AK 穿才比较罕见。不过这波先打到这个人就哎呦，有人打我这枪直接抖掉了啊，那边还蹲了一个，我天。看着因为我们这边人比较少，回防路线基本上对面可以摸透啊，所以说我们这边就很头疼啊，并不是他们守不住啊，我们这队友老觉得守不住点是吧，就算人全的话是吧，我们这队友也很难守住 B 区啊，这个比较尴尬了。我说我去掏吧啊，守不住的啊，因为我们少一个人，那我们就选择掏是比较好的。如果说我们正面顶对面三四个或者四五个人的话，那是很困难的事情啊，所以我们选择掏啊，或者会更效果会更好一些。好，先抽掉一个，好，再看没有抽第二个。闪身打点，闪身打点，哎，双杀再闪身，队友帮我虚晃，没有三杀，再闪身三杀 ，nice， 还有一个有没有四杀 ，nice， 但弹幕走不溜了，这波速点还闪身很 OK 啊，笑着我们的队伍虚晃一下还是很可以的。好，这场还有16人皮，我们看一下最后一个，先不要着急，最后一个应该可能去走一大去 A 拐了，这样我们赶紧绕啊，快绕啊，这个肉是我的，还有16血，我们这队友被狙掉了，好，这样看一下。Nice， 又一个 1v5 啊，可以，这把两个 1v5 了，没有一个爆头，是吧？我们这边打这个速点啊，其实有时候爆头太多的话，怕被举报啊，所以我们打还比较收一点啊，没有必要非得爆头。其实有时候啊，大家也喜欢看能爆头的那种打法，其实我觉得可以，我怕被封号，你知道吧？我第一在意就是因为爆头爆太多了啊。大家看我现在这个号100多万杀敌，爆头率在70%左右啊。100多万杀敌，7%已经很高了。你算算，我有时候打 M4 啊，或者什么 ，AK 的爆头率还是蛮高的了，啊，所以说还是不错啊。当然，这个是离不开我之前的这种好的底子和练枪啊。因为我这边玩了8-9年了，有很多人觉得，哎呀，你就会发个什么虐菜的，或者是你就会请演员，就这种啊。哎，我这受不了了，是吧？他这边他永远不会体会我们这些老玩家的辛苦。可能我当时在打枪王，枪王局啦，或者被封的哭哭的时候，被封的吐血的时候，估计他还没有下载这个游戏呢。哎，别的不说了，是吧？我觉得大部分小伙伴还是很支持我的视频的，是吧？大家记得多多送推荐票，多多投硬币，多多点赞、转发啊！好，各位，那也是我们这期打的还是挺给力，我感觉还是可以的。因为杀30个这种局，说句实话啊，可遇不可求。哎，我说这个人，哇，我没摔死，哎呦呦，差点被摔死 ！A 大一个，来吧 ，nice 三杀。我这个人 COP 我有点飘逸，我天，没有打死他，他吓得直接跳下去了，特别害怕。我一看他直接往下跳，我靠，至于吗？我天，我有这么可怕吗？像这种局啊，30杀，其实有时候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局。你可能是吧，你可能到了更高的段位，像枪王局啊、枪王之王局，你根本打不了这么高的这个人头啊。所以大家有时候也很多小伙伴比较喜欢看那种视觉效果比较好的，杀的比较多，大家看的爽的是吧？啊，所以大家不要太在意段位。但是我专门往上打的，到时候我号自然上了枪，我自然会打枪王段。好，这边直接卡楼梯，结果对面一波是 A 区啊，我这边就顶不住了。我说他对我报 A 五个，我说没办法，你当那地方我跑不掉了。如果说我从 A 中门的话，我可能会绕 A 大。你当时我正好站楼梯那个位置帮助协防，结果对面没想到是5个 A 啊，那这样的话就很难守住了。就算你再牛逼啊，对面直接5个突脸，你这还很难。那位置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好。我说人太多了，没办法。这个队友其实跟我还是有交流啊，因为其实在我玩排位基本上不开对讲机，可能到了枪王段位我会开对讲机，大家聊一聊，给他们队友沟通一下，是吧？这个段我基本上不大开的啊，就是主要因为有时候他们都不爆点，有时候爆点也不是说特别准啊，就靠自己的意识来打了，并不是说是这个看不起这个段位。说真的，我发现现在很多人就是放了假之后啊，很多评论都很容易咬文嚼字带节奏啊，但我觉得大家还那句话，游戏为了快乐啊，
是吧？但我在这个段位玩，我带队友是吧，飞也挺开心的。虽然说体验很差，但是我们这边局打得很纠结。如果这把没有我的话，估计就崩了，呵呵就崩了。好，这边还在找人呢，直接带走。好，这样我们先看一下对面还有两个，应该在 A 了啊。这边这一组小道，我们的队友说 A 两个以上啊，这个队友爆点还是很靠谱。啊，他抽掉一个啊，我是了解啊。然后这边给队友有交流是吧？我们不是跟队友完全脱离队友的，那也不好。好，看人直接秒爆啊！这边个爆头还是很 OK 哦。我们这边看一下，现在是二打一，那我们在 A 大看看啊，再看看 A 狗。那 A 大应该哎，这是我们队友啊。A 大貌似没有的话，我们先从他等一会儿啊。我看这边还有弹道，是他的弹道吗？哎，不太像，我天。好，这样我们从这个 A 狗爬过来，看看 B 有没有。我们从 B 截一波。这个情况我们现在不确定他的位置。好，这个人的话可能在打阴啊，因为当时之前他们也把我阴了一次，应该是在 B 的啊，因为我的意识是没有问题的。好的，各位，那我们就下一期大家记得多点关注。